我在生日时候收到你们这份礼物的时候呢，非常高兴，因为我也很喜欢都敏俊。你看，我现在都还放在我的椅子上。刚刚你到我椅子上去拿来的。其实我很少看韩剧，可是我看到这部戏的时候，我也真的非常有感触。那我也希望我们的节目带给乐听众的，也就是像当时那种心情啊，你觉得在生活上碰到困难的时候或者不开心的时候啊，只要听到 Kiss Radio 的节目啊，听到我们的 DJ 讲跟你讲话，你都觉得啊有他在陪伴你啊，有他替你解忧，然后带给你希望，然后带给你正面的能量。我们知道我们做广播的，其实我们有我们的影响力，希望我们不辱使命，我们也是继续的陪伴在乐听众的旁边啊，然后呢带给你好的心情啊，替你排忧解难，也希望带给你正能量啊，就好像一个隐形的都敏俊在你的身边一样啊。那这26年来，其实 Kiss Radio 也经历了很多风风雨雨啊，那有我们也有很辉煌的时刻啊，那也经过了很多低潮。那过去呢我们不管办任何活动都得到乐听众很大的支持和认同，可是呢这一次过年回来，我们就发生了一个小小的一个插曲，让我们也很有挫折感。就是去年年底我们办了一个耶诞有爱美梦成真与你爱一起的一个活动啊，其实是一个跟华语儿童基金会合办的一个活动啊。那过年回来我们就收到社会局的一封公函啊，说有民众检举我们啊，说我们违反了什么公益的募捐的法规啊。我们出钱出力，没有任何的对价关系，而且没有任何的单位，也不期待任何单位包养我们啊，可是居然都还发生了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你晓得这个社会变得真的人心不古啊，那我相信这还是少数人。那不过我们还是认为啊，公道自在人心啊，总有真相大白的一天。那 Kiss Radio 这个26年走下来，我们也是一本初衷始终如一的，希望为乐听众提供最好最及时最流行的音乐啊，让你们听了开心，陪伴在你们的旁边，也希望你们得到最及时的资讯啊，让你们的生活过得更方便，也希望你们觉得因为有我们的陪伴，日子可以过得开心一点。祝福 Kiss Radio， 祝 Kiss Radio， 祝福 Kiss Radio， 祝福 Kiss Radio， 祝 Kiss Radio， 26岁 Kiss 26年生日快乐。在你耳边，梦想就在眼前，找寻希望的起点，拥有全新的感觉，把感动把伤痛抛向空中，随心情随节奏一起跳动，让音乐的魔力引着我进中，因为我在你左右，随时随地 turn on the radio， 现在做好准备和我一起去探索挡不住的美丽、yeah. Kiss Radio，
成就在眼前，找寻希望的起点，拥有全新的感觉，把感动把伤痛抛向空中，随心情随节奏一起跳动，让音乐的魔力迎着我尽情放纵、哦、时间在你手中，因为我在你左右，随时随地 turn on the radio， 现在做好准备，和我一起去探索挡不住的美丽。